我觉得圆弧其实就是柔和的线条，它跟一些比较工整或是比较锐利或是比较比例式的线条，感受起来就是比较随性的一种感受。那我们觉得在这个空间里面，它可以有这种比较随性的感觉，进来空间它就有机会，比较减压。 业主的身份是年轻的夫妻，有一个小孩。夫妻的职业是医生，可是这业主非常有趣。他说他们减压的时候都是听电音比较多。其实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是可以接受一些还蛮特殊的这个设计的内容，所以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案子可能设计起来会蛮有趣的。 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可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创造出一个很从容，然后很自由、很随性的这个生活动线。中型坪数的房子里面，大概40出头坪，希望能够在空间里头创造出可能的玄关，那又不希望它的玄关太压迫，然后甚至希望能够在玄关还有一个类似像衣帽间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想要透过弧线创造出一个衣帽间出来。 那一来它会变得很有趣，然后它这个量体也变得很圆润。我们在跟他聊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局限，他只有就是跟我们说到了公领域，除了客厅以外，当然就是希望有一个开放式的阅读的空间。它其实是有一个双阳台，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阅读区最好的地方应该是在第一个阳台。设定了在那个位置之后，刚好透过了这个玄关的衣帽间。 自然的弧线，然后再收回去的那个凹角，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是最适合阅读的位置。那也就是设定好阅读区之后，我们当然就来设定电视墙。那其实电视墙体，我们也希望能够做一个弧线的感觉，它是呼应着玄关的衣帽间。再把电视墙每一个边角呢也修圆。 我们又担心阅读区跟电视墙跟沙发背墙，如果太直线的话，每一个的深度比例都不太够，所以我们又把电视墙做了一点转向，变成有像是45度角的半高墙。除了视觉上可以不用被阻隔，圆弧的凹角，它就去创造出沙发背墙到电视墙的最大深度。颜色上面也能够走得比较灰阶一点，天花板包含到阅读区一个比较暖的米色。 那我们希望这个部分是能够柔和地板比较重的色彩，还有电视墙体跟沙发背墙这种比较灰的中性色。那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它就会在色彩上面有一些层次，然后感受上也比较柔和。对我们来说，是最符合业主在这个客厅里头的一种比例上也好，在距离上也好，是一个最舒适的一个角度。其实它现在结合餐厅这个开放式厨房，其实它的空间是略微不够的。 那我们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觉得说，或许我们可以把一个单面的这个餐饮能够跟中岛做结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省掉一边的这个动线考量，就可以充分的利用餐桌的另外一侧动线。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业主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比较从容。其实业主他很不喜欢太反光面的东西，可是他对带一点点金的元素，他自己还蛮喜欢的，包含了就像地板的铜条哦，甚至灯饰哦，甚至一些装饰品，甚至他的餐桌椅，这个部分是我们希望能够点缀在这个空间里头，让这个空间的整个风格是稍微再精致质感一点的感受。因为这个圆弧的造型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线条感的部分有机会可以拉长。那我觉得拉长之后。 整个视觉的空间感就不会因为这个方正的格局而被既定，甚至会因为这些线条的走线，会让你觉得这个空间比想象中的还要大，然后也比想象中动线的导引呢也有趣很多。它透过光影也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光不是直接射在你的身上，它是透过了一些迂回洒在墙面上，有一些层次的变化，这些的感觉是慢慢渐入式的。其实看到这些光线的感觉，它是很宁静的。 它可以慢慢的，因为透过这些光线而把你的心跟你的状态能够把它给沉淀下来，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表现在这空间里面希望的感受。其实，在进去私领域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廊道，可是因为最好的光线可能都被主卧室给挡住了，所以我们其实感觉私领域的过道其实有一点暗，再加上主卧室这一块，担心的就是衣物收纳量的不够。规划主卧室这件事情的时候，把门洞开在另外一侧。那我们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希望能够在主卧室还可以再创造出一个主卧玄关出来。那它其实就可以补足现在更衣室不足的一个情况。主卧床放下去之后，其实两边的走道是有限的，在墙体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增加了一点厚度出来。床头的上方挖了一个洞，是可以一些物品的摆放。 墙体的侧边还是有一些收纳的开放柜，可以让业主做使用。那尽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取代床边柜这件事情。那至于在廊道昏暗的部分，我们就把主卧室开出了2个窗洞。那这个窗洞其实也是光线可以导引进来，在行进过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感受上它是舒服的。我们觉得只要这个空间它有温暖的感受，你理解到这个家庭成员的行为。 不管是孩子在沙发，或者是在地板上，甚至孩子慢慢长大了，可以跟着父母亲一起在餐厅的中岛上做料理这件事情，甚至在阅读区、游戏房陪玩。我们希望家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孩子跟父母亲的一些成长的这个画面在里头。我们希望能够让业主在这个生活的动线里面。 每走一步路，每走一个过程，在动线的行进的转折，它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你看到的每一个表情都是很柔和的，自然而然在外头工作压力就可以慢慢的降低。哦，这是我觉得做住家，我们觉得最希望可以带给业主的部分。实际接洽之后，就是 Roger 是一个非常温和，然后虽然有自己想法，但是也非常愿意。 倾听业主意见的一个设计师，那后来沟通的感觉觉得非常的好。第一次提案的时候 ，Roger 就画了大概3、4个平面设计他的想法给我们看。那其实我们本来就没有想说一定要非常制式的室内设计，后来就选择了最前卫的那个提案。 因为整个空间非常的开阔，光线非常的明亮，然后。 公共空间也是我们全家3个人最常在一起相处的地方。那的确住进来之后，我觉得，就是不是只有漂亮，或是觉得看起来就是很像很新的一个饭店之类的，住起来是真的非常的舒服。